各位大家好，现在过年期间，先跟大家拜个年，恭喜发财，身体健康。由于马前课下集做到一半，所以现在这集是紧急插队。先来关注这次造成严重伤亡并且愈演愈烈的新型冠状病毒，具备了超强人传人之传染力与狡猾的隐匿特性，并出现了没有症状的感染者，难以相信这是野生动物病毒所自然变异而成的。而海内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猜测显示，这很有可能其实是中共制造的病毒生化武器。怎么说呢？以下是两种猜想。第一种，生化病毒实验室因为不明原因造成病毒外泄。第二种，造因于中共内部之超激烈斗争，某势力在九省通衢的武汉进行有限度之生化武器投毒，以制造大乱。以上虽是未经证实的阴谋论推测，不过一些媒体新闻也已经开始报道许多不寻常的地方，我们在此先记录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话锋一转，事情是这样子的。前几天呢，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有我们网友留言，还有朋友用 LINE 传来分享，有一个太白山刘伯温悲记，说这个预言呢完全符合了这次狂暴失控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结果这个让大金人这边猛然想起啊，大约在一两个多月前，就是去年201911月底或12月左右吧，不太确定，有一位网友来留言说要请大金人解刘伯温太白山悲记，然后还特别标明急，这个急字啊，完全让人感到是他觉得有大事要发生的样子。我已经忘记他是在哪一集留言的，每一集的留言现在也都很多，所以被淹没了，如果有看到的朋友可以留言通知一下。总之呢，在当时我就去翻了这个所谓太白山刘伯温悲记，看的结果是觉得不太符合，所以没有再深入研究了。那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不太符合而忽略呢？以下就来说明给大家听。陕西太白山刘伯温悲记在网络上是2003年就有了，这个的真假如何出现或是考证等等的我们先不管，其实还真的是个谜。我们先来看看他怎么说。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在眼前。因为过年期间嘛，所以略过不念。好，我们接着继续。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这边说到瘟疫会出现在九冬十月间，那九冬是什么意思？九冬就是冬天的别称。十月呢，那应该讲的就是农历十月。去年2019年猪年的农历十月大约就是公历的十一月。那这个去年十一月甚至到12月31号以前并没有武汉肺炎的爆发案新闻。所以大金人这边当时看到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就觉得说没有啊，所以就忽略了。忽略了以后呢，就继续进行马前课和推背图上下两集的研究制作和赶工，之后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了。现在来整理一下，最早的武汉不明肺炎报告时间是去年12月30日的晚间，网络上流传着武汉市卫健委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隔天12月31日由武汉市疾控中心向媒体证实，到了2020年1月7日晚上，实验室检验出这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而从1月11日起，武汉两会接连开幕，中共政府涉嫌开始隐匿疫情。17日两会闭幕，疫情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1月20日，钟南山出来公开发表这次的病毒肯定会人传人。所以说全世界都被蒙在鼓里啊。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在武汉就已经开始扩散了。没有错，最新的科学杂志报道，美国学者研究指出，最早可能在去年11月病毒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了。对照去年12月初就已经出现的病例来看，这是非常合理的。而去年11月，也就是太白山刘伯温悲记讲的农历十月，这样就完全对上了。而且最令人头皮发麻的是，他讲的不是瘟疫爆发，而是瘟疫何时开始出现。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所以说早在2003年就出现的网络文章上面，他已经提前提醒大家了，这是最最最重要的。因为唯有在瘟疫刚出现的时候，政府就进行有效的果断处理，才能扼杀病毒扩张于萌芽之中，才能遏止之后的失控扩散爆发。这就是这两句最厉害的地方，它就是要大家注意瘟疫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啊。但是没有用，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政府在事发之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如此机敏高效而正确行动的，更不可能注意到或是采信这个预言，进而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无法被反转，必定成真了。等一下，看到这里有人要问了，上面预言讲了冬天十月，又没讲哪一年什么地方，那怎么预防呢？有啦，只是我们还没有念到，非常清楚，相当惊人。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因为是过年期间，底下的九朝我们就不念出来了。还有十朝在眼前，一朝天下乱纷纷，二朝东西饿死人，三朝湖广遭大难，四朝各省起狼烟，五朝人民不安然，六朝九冬十月间，七朝有饭无人食，八朝有人无衣穿，九朝无人捡，十朝难过猪鼠年。这里面有三句完全应验了：三朝湖广遭大难，六朝九冬十月间，还有十朝难过猪鼠年。这边注意一下，什么是湖广？湖广地区啊，湖广一般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又称两湖。例如以前的湖广总督、湖广安抚使。所以三朝湖广遭大难，地点非常明白，和这次武汉肺炎是完全契合。再来，六朝九冬十月间，上面刚才讲过了。再来，十朝难过猪鼠年，没有错，这就是时间定位了。猪年呢，去年已经过了，大家是冷暖自知。但是呢，现在大瘟疫爆发的这段期间，刚好就是农历新年前后，也就是猪年鼠年之交。十朝难过猪鼠年，这个大白话了。以上光是这几句就已经清楚明白而且准确了。至于其他的一朝、二朝、四朝、七朝、八朝和九朝，内容则是相当的严峻。我们当然希望不要再发生了，但是希望归希望，大家还是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后面的全文很长，还有重大资讯，由于还没有时间研究，因此将全文放到置顶留言，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然后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鼠年也就是庚子年，那庚子年又如何呢？我们来参考一个资料。话说每一本黄历通书里面都有春牛图和地母经，地母经呢是六十甲子的循环排列，用作预征该年农作物的生产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庚子年说的是什么。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平饥渴，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秦淮逐流荡，吴楚多劫夺。然后再来是补曰：蜀号出头年，高低多偏颇，更看山东里，山头起木田。哎呀，这个大白话有点圈圈叉叉，似乎比较不妙。但是我们回头看看前三年2019、2018、2017的内容，的确都没有像庚子年这样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状况的文字。好吧，继续来研究上一个庚子年，1960年可以说是有应验的。因为现在过年期间呢，所以内容我们就不多说了，也不放记录照片，光是这些文字大纲就足以清楚说明情况了。既然说到2020年，就不能不提到推背图41项的99年成大错，称王只能在秦州。请看我们在7分02秒的第二种推论，这场极有可能是人为灾难的大错，可能就是指2020年的99年成大错。然后又有人说他做梦梦到推背图46项的暗暗阴霾，杀不用刀，就很像这次的病毒扩散传染，治病或致命啊。然后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个一人指的就是直言我是白头翁。白头翁呢，就是白的头上一个翁，就是翁白，公与白，公袭。再来，东边门里扶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难道是暗杀吗？那么东边门里扶金剑怎么解？有两种解。第一种，地宫的东边，那就是北京的东边，就是北韩、北朝鲜。金剑呢，就是金正恩、金家的武器呀。第二种解，东边用地支代表的方位就是卯，东边门里扶金剑，卯金剑，卯金刀，难道暗杀的主谋和刘姓有关？只能推到这里了。好的，接下来呢，又找到了一篇玄妙也是大白话的诗文啊。标题是
时辰已到混沌开，重开公园重封神。看一下这个日期是2012年，文章很长，这个重点呢也是劝人积德行善，全文呢我们放到置顶留言，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这一篇看下来，我们感觉这讲的不是只有中国，而是全球范围的巨变啊。现在我们先直接跳到第15句，烈火断阳人自喜，火到之处物成灰，朱温在前醒世人，麒麟在后将人收，人为灾难何时休，洪水滔天万古流啊。前面这个烈火所到烧物成灰的，好像是应验了澳洲超级大火的大事啊。然后朱温在前醒世人，这就是超级应验了大闹中国的非洲朱温，对世人是一个提醒。因为接着就是麒麟在后将人收啊，这个就很奇特啦。一般来说麒麟指的是吉祥的圣兽不是吗？但是在这里麒麟却是借着朱温来收人的，难道这个麒麟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吗？等一下先继续看下一句，人为灾难何时休。诶，难道新型冠状病毒是人为的灾难吗？不是说传染病的起源是脏乱的华南海鲜市场，说什么人吃竹鼠吃蝙蝠什么的，还有宰杀野味所导致的野生动物病毒传染然后变异啊。其实事情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我们在本集开头所讲的阴谋论报道猜测是属实的话，人为灾难何时休就同时应验了非洲猪瘟和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人为灾难。而明居正老师透视中国团队在去年初2019中国展望就已经预测中国可能会爆发多种感染人畜的高传染性瘟疫，中共将极力掩盖真相而导致疫情无法控制，中共可能会采用不人道的手段来遏制疾病的传播。没错，人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就是中共政权的巨大问题。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马前克与推背图的验证下集继续赶工。留言的朋友注意一下老规矩，大金人总和研究所，我们下次见。